咁想 update 少少先，咁啊講翻商湯咧，咁啊琴日就有一個即係消息啦，就係被美國列咗入黑名單之後咧，琴日就正式宣布咧會推遲嗰個全球發售同埋上市啦，咁就會即係退翻錢俾個申請人嘅，咁就商湯就話會繼續盡力去完成呢個全球發行啦，咁有消息人士就話啦，公司目標咧喺年底前就會再完成個 IPO 嘅，咁不過可能就有機會就削減嗰個集資規模啦，同埋如果佢喺美國基金都有啲貨嘅，會點樣去處理嗰手貨？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好，咁呢個商湯就大家就冇得沾手住啦。咁啊，繼續等待。不過近日咧，其實都多新股上市嘅。咁但係表現就個別發展。咁譬如琴日上市嘅雍和啦，即係一個直發概念，即係個概念嘅股份啦。咁啊，獨市生意啦，咁就即係香港冇乜呢個概念嘅股份嘅。我講緊係咁啊，逆市升咗5%嘅。不過上個星期上市嘅股份咧，譬如北海康城咁樣，其實第一日咧就跌咗27%嘅。咁啊，招股價係12.18啦，跌到去9蚊邊。咁琴日係第二日交易，咁其實之前都跌嘅，不過美市就即係都升翻嘅。咁其實話之前咧問唔同嘉賓咧抽唔抽新股嘅時候咧，大家都話而家咁嘅市況其實就 hold 住啲錢一個星期咧，就唔係咁安全嘅。咁可以睇下上市之後個表現。咁好啦，而家都有一排新股喺手，就叫半上市狀態啦，上咗可能幾日咁樣。你覺得呢幾隻嘅表現，你覺得有冇一啲係可以又睺下嘅咧？暫時去睇嘅時候咧，都可以再觀望一下先咁樣。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咧因為嗰個嘅大市氣氛方面咧，就有啲嘢反覆嘅狀況喺度，即係如果你話咧，佢當佢上市嗰一刻嘅時候咧，大市嘅表現咧傾向咧就係咧比較上係暢旺一啲嘅話咧，當然變成咗嗰一個嘅問題方面就唔係好大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去睇嘅時候咧，咁個氣氛咁差，而咧就咧啲投資者咧可能咧就已經咧就鎖咗個幾禮拜咧佢嗰一啲嘅資金翻嚟嘅時候咧，咁就變咗咧就會心急咧嗱聲沽貨啦。即係尤其是當可能見到咧暗盤嘅表現都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咁啊自不然。就對於上市頭嗰一兩日咧，咁嗰個信心方面咧，亦都係比較上係疲弱一啲啦。咁啊咧一般嚟講咧，如果你話咧上市初期嘅時候咧，咁啊已經係跌咗落嚟嘅話咧，咁可能都會跌一段嘅時間嘅啦。咁咧就咧變咗咧就咧可以就睇即係如果你話咧比較穩陣啲，咁咧就睇下咧。過咗嗰個穩定價格期之後嘅時候咧，咁睇下個股價表現有冇一個靠穩嘅狀況啦。如果已經係咧傾向上一個嘅橫行嘅狀況嘅時候咧，咁咧就可以考慮一下咧嚟到去入市嘅。咁啊，至於咧即係而家去睇版面上面嘅股份嚟講咧，比較上硬淨啲咧，就係咧呢個係固生堂嘅。咁就咧上市價就29蚊，而家就29.05呢一個嘅位置嘅，咁啊咧，所以咧就暫時去睇，如果你話咧真係考慮去吸納嘅時候咧，咁啊呢一隻咧就可以去考慮下，咁啊亦都咧係喺個版面入邊去睇嘅時候咧，即係咧 IPO 嘅股份嚟講，佢個招股規模就係最細嘅，咁喺即係而家呢個版面去睇嘅啫，佢得2000多萬股嘅啫，扣埋基石投資者咧就得1000多萬股喺個街嗰度，咁所以咧應該個防守性方面會比較上係高一啲。